Hello， 大家好，我今天要来挑战了，挑战30分钟，所以废话不多说，两个砖块在旁边，我们准备开始吧。我们先来到英雄坐姿，所以你先拿一颗砖块，然后直立的放在你的脚踝内侧，用你的手把你的小腿肚往外拨开，臀部坐在砖块上，把屁股的肉拨到后方，去感觉到你的坐骨正中心坐在砖块上，双手放在大腿，在吸气的时候引导你的腰侧均等的拉长，把拉长的感受提往到你的腋下，引导锁骨拉宽，肩膀往后往下放，去感觉你的喉咙前面后面还有你的左右两边是均等的畅通，舌头的根部放柔，眼睛轻轻闭上，找到呼吸的节奏，让吸气跟吐气的长度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数拍在你的脑海里。等下一口气吐完之后，我们吸气，眼睛慢慢张开，两手左右打开来，手肘弯曲，然后让你的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我们先来到老鹰的手，让你的手肘互相推往彼此，你的掌心互相推往彼此。吸气的时候，把你的手肘往上带，手肘往上带的同时，让你的手肘往镜头的方向，你会感觉到你的肩胛骨两侧会有个拉开的力量。然后从这里让你的手肘同时往左边带，然后呼吸送到你觉得酸酸紧紧的位置，把你的脸往右边转，让你的下巴去找你右边的肩膀，所以是在做反方向哦，手肘往左，脸转右，然后下巴往下。你可以在我旁边。我想给豆豆一下爱，一些心，可是我先。所以我怕他又会抓我。他不会抓你，我觉得你很棒，他不会抓你。可是他，你去摸摸他，然后跟他讲话，慢慢回来，手解开，打开来，换边，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老鹰手，掌心或手还有手肘互相推往彼此，然后把你的手肘推往镜头的方向。他刚刚在睡觉的时候，他在睡觉。他在睡觉，所以我不会去那边。那就等一下再过去就好了，等他睡饱好不好？现在把你的手肘带往到右边，不要太用力哦，带到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把你的脸往左边转，让你的下巴去找你的肩膀。然后呼吸送到你觉得酸酸紧紧的位置。在你吐气的时候，感觉让你酸紧的位置有化开来的感觉。慢慢下巴回来，头回正，手肘回中间，解开，肩膀转一下。
右手吸气往上，然后让你的上手边，右手的上手臂做外旋外转，所以你的掌心会面对后方。从这里把你的手臂带到跟耳朵平行的位置，甚至在你的耳朵后方。从这里弯曲你的手肘，维持你的右手上手臂外转，让你的左手带着你的手肘，移到你的后脑勺，移到你的后脑勺，用你的后脑勺轻轻推一下你的手肘，去感觉你的喉咙前侧打开来，喉咙前侧打开来，控制你的肋骨不要爆出来，就你的肋骨下缘还是往下走，解开，换边，左手往上，左手外旋，掌心对后，手臂骨带到耳朵后方，手肘弯曲。用你的右手带着你的左手肘来到后脑勺的正中心，用你的后脑勺轻推你的手臂，打开你喉咙前侧，同时控制你的肋骨不要往前，让肋骨往下走，保持你呼吸的深度还有均等，解开你的手，好，手放地板，把砖块移开。我们先来到四足跪姿，这边接过一下，接过一下，你来这边。把你的手掌打开来，头去看一下你，眼睛看一下你的手掌，请让你的中指还有你的大拇指呈现一个九十度的状态。所以，因为你要去找到这个九十度，它会导致你的食指会非常正对前方，很像一条直线。让你的脚背压好，骨盆在你的膝盖正上方，手臂骨伸直。从这里就要明确的让你的两只上手臂都做外旋，所以你的手肘眼会面对正前方。我们来先做几个简单的牛猫伸展，保持手臂推直有力气，吸气，让你的尾椎直往天空，让你的脊椎慢慢一节一节推出去，像海浪一样。锁骨拉宽，肘眼面对正前方，脖子前侧打开拉长。吐气的时候 ，Desmond， 请你不要这样。手推，让你的尾椎骨指向地板，拉开你的下背、中背还有上背，让你的肩胛骨撑开来，然后把你的下巴收进来。再做两次，吸气，尾椎骨指向天空，让你的脊椎像海浪一样一节一节推出去，引导你的肩胛骨稍稍往下拉，脖子两侧拉长，喉咙前侧打开。吐气，尾椎往下走。手推下巴收，最后一次吸，吐。妈妈，你看。慢慢吸气，头抬，不要在这边，我需要坐，我需要这个空间，你不可以在垫子上，这样我没有办法教课。在旁边，脚不要在这边，这样没有办法教课。我想在这边，我想在一个，我想在瑜伽垫上面。那你去拿那个瑜伽垫，黑色的瑜伽垫。可是我不想，我想在这边。那你就在这边，或是你可以去拿瑜伽垫，然后放在我旁边。从这里让你的掌心保持在这个位置，让你的脚板勾起来，十只脚趾头均匀的推地板哦，然后屁股去做脚跟，额头不要放在地上，我要你的手臂是主动推往地面，保持两只手臂做外旋，所以你的肘眼是面对彼此或是对着斜上方，额头悬空，没有放在地面，所以在这里你应该很强烈的感受到你两边的腰线还有手臂的线条是非常稳定有力的。从这里保持手臂的力量，把你的肋骨下缘收进去你的躯干。你可以从这里让你的膝盖原地离开十公分吗？在不改变肩膀的状况之下，膝盖放回地面，臀部坐回脚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非常有力的练习。我们在不改变肩膀的状况下，让你的膝盖原地离开。
准备，我们再做一次，手臂打直，肋骨下缘收进来，膝盖原地离开10公分，保持手臂的力气。妈妈，从这里直接让你的臀部往后推，来到下犬式。妈妈，我没办法来那个地下一站一站，因为有太多东西在上面的下面。那你就在我这边玩就好了。来到下犬式，手臂伸直，维持你的上手臂做外转，双腿打直。如果双腿打直对你来讲现在还太多的话，脚跟踮，膝盖弯，然后保持你的骨盆往斜后方推出去。腿打直的同学，保持你的膝盖内侧有力量的上提。每个人让你的坐骨往斜后方推高，请你想着你的臀部外侧往斜后方走，吸气，头抬眼睛看前方，请把你的右脚往前跨到两手中间，左脚膝盖跪到地板，后面脚趾头保持推地，两手放在前方的大腿，上半身提起来。我们在这里去找两个90度，所以第一个90度是前面的腿90度，第二个90度是后面的腿90度，所以如果太不够的话就缩短那个距离。好，停在这里，保持后面脚手往下推，保持前腿90度，引导你的臀部外侧夹往中线，你会感觉到你的左髋前侧会有一种拉长，保持这个拉长，手臂伸直往前往上，吸气的时候把你的躯干拔起来，要远离骨盆，保持这份线条跟延伸，让你的臀部外侧包往中线，维持你的脚掌均匀的推地，维持你呼吸的深度，还有均等的节奏。去感觉你呼吸的深度可以送到你的肋廓后方。双手带下来，右脚往后下垂。吸气，头抬看前方，把左脚往前跨到两手中间，右脚膝盖跪到地板，再找两个90度，后面脚趾头保持推地，上半身提起来，你会感受到你的右髋前侧打开，保持这份打开，控制你的尾椎往下走，所以你的骨盆前侧会自然的往上提起来，维持这份稳定，让你的双手往前往上。吸气，把你的躯干拔高。躯干拔高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从你腰最细的地方，很像拔萝卜，把躯干拔起来，远离骨盆。保持这个拔起来的力量，呼吸维持你的深度，送到你的肋廓后方。呼吸保持均等，眼神保持柔和。双手下来，掌心压好，左脚往后下犬式。吸气，来到你的脚尖，平板。吐气，来到平板，停在平板，手臂推直，把你的肘眼转向垫子的前方，也就是你的两只上手臂都要非常明确的做外旋。停在这里，双腿伸直，膝盖内侧上提。请你想象你的脚踝还有你的膝盖内侧夹了砖块，把它们往中线集中。Desmond， 结果我要用这里的垫子，我没有办法用。可是我平常在垫子上面呢。从这里膝盖跪地，胸口往前，保持你的肘眼面对正前方，保持你的大腿集中，肋骨不要往下掉，肘眼面对正前方，手肘弯曲有控制的趴下来。让你的肚子还有你的肚子还有你的骨盆前侧放在地板，拉长你的大腿顶端，手肘放在地板，人面狮身，去让你的髋顶端的那份空髋顶端的那个小小的空隙推进去地面，尾椎往垫子的后方走，吸气，让你的手掌拉这个垫子，让你胸口好像从你的耻骨一样往上提起来，
穿越到你的腹部，穿越到心口，经过你的喉咙，送往到你的头顶，所以它是一个顺顺的抛物线。双腿有力量的压稳，两腿内侧保持集中。从这里脚趾头勾起来，手不要改变，手肘往下推，让你的骨盆起来，膝盖起来，妈妈来到前手臂平板。这一家电脑吗？我知道。去感受你的肩膀，还有你的腹部，还有你的双腿，他们是均等的出力，你不会特别的感觉你的肩膀压力很大，然后你的腿没有感觉，然后你的腿松松的。从这里把你的两脚并在一起，保持两腿并拢，左手掌压地板，右手掌压地板，来到平板式，吸气下犬，坐骨往后推高，从你的中指拉一条线，穿越过你的手臂，经过到你的腰侧，来到你的屁股外侧。吸气，头抬看前方，右脚往前跨，左脚往前跨，大脚趾头并在一起，吐气前弯，抓你的脚后跟，膝盖内侧上提。吸气站起来，双手带高，吐气手放下来，吸气双手往上，吐气往下。吸气头抬，脊椎拉长，吐气把左脚往后跨一大步，左脚往后打横踩下来，变成来英雄二，前脚的脚跟对齐后脚的脚跟。从这里我们弯曲你的右脚膝盖，膝盖在你的脚踝正上方，上半身提起来，两手叉腰，在这里我们收紧你后面的腿，然后让你的骨盆往你的左边打开，右腿的内侧顶端延伸到你的右膝盖内侧，保持双手叉腰，从这里慢慢把你的前腿伸直，腿的形状不要改变，吐气弯曲你的右脚膝盖，来到脚踝正上方，吸气伸直，吐气弯曲，再两次吸气，吐气，吸，吐气，停在这边，两手展开，眼睛往前看，英雄二。保持呼吸的深度，维持你的眼神柔和，维持你的后腿收伸直有力。双手带下来，手放地板，把你的骨盆转正，后脚膝盖放在地板，让你的右脚掌去走到左边，进入到勾式。所以你的右膝盖在你的右骨大于你的右骨盆。后腿伸直，保持你的右脚板勾起来，维持你的骨盆转正。从这里，你的手肘可以放在地板，或是你可以放在砖块上面。请不要为了让你的右屁股坐到地板，而让你的左边骨盆往左边打开，维持你的左边骨盆盖进来，对准正前方。保持你的后腿，脚趾头推地，去引导你的足髋前侧拉长，然后吸气，让你的脊椎往前延展。从这里，掌心压好，手臂推，右脚往后下垂，左脚往前跨，右脚打横踩下来，英雄二，身体站起来。两手先叉腰，弯曲前脚膝盖，后腿伸直，后腿收紧，吸气打直，吐气弯曲，吸气打直，吐气弯曲，再两次吸气，吐气，最后一次吸，怎么样？我刚不小心把我的腹膜换了，我的那你需要等，两手左右打开来，眼睛往前看，
维持你后腿伸直，然后有力气找到你前面的大腿平行地面，让你的左髋顶端延伸推往到你的左膝内侧，维持你的躯干均等的往上延展，不要坐的越坐好像自己越矮的感觉。呼吸保持深度，均等的节奏，这三个呼吸。双手下来，骨盆转正，右脚膝盖跪地，左脚往右边走，鸽式。后面的脚板保持勾起来，脚趾头均匀的推往地板，手肘去找地面或者是找你的砖块。注意你的骨盆不要往左边倒，你的骨盆往左边倒，你右边的骨盆就会往右边打开，维持你的骨盆转向正前方。然后吸气拉长你的脊柱，所以也是一样哦，你不会越坐越矮，越坐越短的感觉，保持你的脊柱是拉长的，跟着你的呼吸延伸，然后维持你的后腿是有力气的，只要你的后腿是维持有力气，脚趾头推地，你就会感觉你的右髋前侧是打开来的。从这里掌心压，左脚往后下去，吸气平板，妈妈，手臂打直，妈妈，你今天可以跟我一起把那个收起来吗？可以，手臂做外旋，让你的肘眼非常明确的对准正前方，大腿内侧明确的往中线集中。保持这一切，你的膝盖可以选择跪到地板，或胸口往前，好，手肘弯曲，好，手肘弯曲，保持肘眼朝前，有控制的带下来，拉长你的大腿顶端。好，这一次你可以选择跟刚刚一样的人面狮身，手肘放在地板做前面第一个版本，或是你可以两手在臀部后方十指交扣。停在这里，吸气把你的胸口卷上来，如果你是有手十指交扣的话，把你的拳头往垫子的后方延伸，好像你的手臂骨要去抽离开你的肩膀，然后每个人都让你的髋顶端的空间紧密的贴稳你的垫子，两腿内侧集中，尾椎明确的往后延伸，解开来，手肘都在地板上，脚板勾起来，前手臂平板，均等的力量，你的肩膀，你的腹部，你的双腿是各三分之一的力气。从这里让你的右手掌压地板，回到平板，下垂，吸气头抬，右脚跨，左脚跨，大拇指并，吐气前弯，吸气站起，双手带高，尾椎往下，吐气放下，吸气双手带高，吐气下前弯，吸气脊椎拉长，吐气把左脚往后跨一大步，三角式，把你的后脚打横踩下来，前脚踩稳，你的砖块可以放在你的脚外侧，维持你双腿的力气是从你的大腿顶端推往到你的脚掌四个点，膝盖内侧均等的上提，从这里把你的躯干从你的右腰侧转往到天空，你的右肋骨转往到天空，胸口锁骨
再是你的手臂伸直。你在三角式会有两条非常明确力量的线，一条是从你的左臀外侧推往到你的左脚踝外侧，左脚跟外侧，这是一个力量。第二个力量是从你的右髋内侧顶端，右大腿内侧顶端推往到你的右脚足弓内侧。保持你的呼吸，打开你的骨盆往左边，而不是去推你的下背。左手下来，带着你的砖或是不带砖，重心往前进入到半月式，把你的左脚提起来。确定你下面的脚还有膝盖面对正前方，你的右腿是做一模一样的工作，就是伸直，然后让你的右大腿顶端做外转。保持你右腿伸直，上面的腿伸直，脚板勾起来。可以的话，开始转你的腹部，往天空，肋骨往天空，胸口往天空，锁骨拉髋往天空，左手臂伸直往上。你依然感觉你的右大腿顶端那条锐利的线推往到你的右脚足弓，上面的腿伸直有力。左手下来，骨盆转正，尊快移开，空中劈腿，吸气脊柱拉长，维持你的左大腿内侧推往到你的左脚脚踝内侧足弓内侧，那股力量那条线非常的有力。吐气前弯，让你的脸去找你的小腿，脸去找小腿，脸去找小腿，你的肚子越过你的大腿，你的左大腿内侧推往到你的左脚足弓内侧，让你上面腿内侧的线非常的犀利跟明确。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可以去抱你的右脚跟，解开右脚往后，吹空到什么三角式，脚站好，手放在砖块，两腿伸直，你的右腿外侧推往到你的右脚脚跟外侧，左腿内侧顶端推往到你的脚左脚足弓内侧，脊柱拉长，所以这是你的躯干，保持你脊椎的长度，开始让你的腹部往天空转，肋骨转，胸口转。上面的手臂伸直，打开你的髋往垫子的侧边，而不是去推你的腰往前，稍稍把你的右臀部外，右边的臀部推往到垫子的侧边。右手叉腰，弯曲你的左脚，你可以抓砖或是不抓砖，重心往前半月式，把你的右脚提起来，人往后一点，右脚提起来，确定你下面的膝盖脚尖面对正前方，你的左大腿顶端跟做 Trikonasana 是一模一样的工作，把它往外转，膝盖内侧上提，大腿收紧，上面那一条腿伸直，从你的屁股踹到你的脚跟，脊柱保持拉长，来开始把肚子往上转，肋骨转，胸口转，上面的手臂伸直，想着让你的右脚脚跟踹出去，远离你的头顶，所以你右髋前侧是打开来的，带下来，下去。吸气平摆，肘眼往前，手肘弯曲，均等的趴下来，准备，你可以做人面狮身，你可以两手十指交扣，
吸气，胸口往上卷，把你髋顶端的小细缝推进去垫子里，好像一只蚂蚁都走不进去。让你的拳头去找垫子后方，感觉你的手臂骨好像要抽离开你的肩膀，尾椎往后走，大腿内侧集中。可不可以让你的手从这里解开？如果你是人面狮身的话，准备公式，让你的手解开，弯曲你的双脚，抓着你的脚背，把你脚背的力量推进你的手掌，吸气，把你的胸口往上卷，把腿的力气推进去你的手掌，下巴抬，头往上，大腿离开，髋前侧离开，吐气，带下来，掌心压。下犬式，吸气，头抬，吐气，肘窝跳到手中间，吐气前弯，吸气站起来，吐气手放下来，跳，31分，妈妈，来，妈妈，怎么样？膝盖跪地板，小腿都往外转，屁股转脚的内侧，十只脚趾头均等的推力。好，你可以在这里吸气，手臂伸直往耳朵，腰侧拉长，把手臂带到耳朵后方。呼气，往右边转，左手放在腿外侧，右手放在地板。如果右手放地板对你来讲距离太远的话，你可以右手垫砖块。吸气，脊柱长。你很烫你啊。我很烫，因为我流汗了。吐气，往后转，把你左边的腹部还有肋骨转往中线，把右边的腹部肋骨转往后面，放松你的喉咙前侧，吸气回中间，手臂往上，吐气往左边转，右手下，左手上，脊柱长，吐气，开始把右边的腹部还有右边的肋骨转往中线，你左边的腹部还有肋骨转往后面，吸气回来，吐气，掌心放地板，两脚交叉，屁股坐下来，两脚打开来，手指尖在臀部后方，指尖朝前，双腿伸直，脚尖膝盖朝上，让你的臀部提起来，离开地板，再坐下来，让你坐下来的感觉是坐在你的坐骨的前端，从这里手臂打直，腰侧拉长，锁骨拉宽，肩膀往后，去感觉你的大腿顶端的那个根部是稳稳的扎在地面上的，然后收紧你腿的力气，打开你大腿内侧，吸气，手臂往上，腰身拉长，双腿保持有力，身体往右边转，从这里保持腿伸直，吐气，身体往右边下，你右边下来的时候手不要去抓脚，你的身体越下去，这个动作挑战是你的身体越下去，你的腹部要越远离你右边的大腿，所以
所以你只要保持你的腹部往内，但是你腰线拉长，双腿有力往外转，然后胸口还有你的上背往下放，吸气带上来，吐气往左边，吸气拉长，吐气往左边下。动作不要太快，因为你太快的话，你的你动作的那个根部会垮掉，所以你要维持的是你两只大腿的根部往下扎，在你吐气的时候慢慢往下，身体越往下，越保持你的腹部远离你的左大腿，维持你的手臂跟耳朵一样高，吸气上来。呼吸放松，吸气身体往上，手臂往上，吐气身体往前。所以身体开始往前的时候，你有个很大的挑战是就是非常要维持你的大腿顶端做往外转，你整个屁股外侧是往下扎的，保持这个，两手抓着大脚球。如果这对你来讲实在是太多了，维持你的手指尖朝前，在身体后方，手臂打直，这样子也很好，好吗？所以做适合你自己的版本，吸气，脚趾头拔起来，腿的根部有力量，脊椎拔高，吐气，身体往前，不要太快，慢慢吸气，脊椎长，大腿的根部有力的扎下去。感觉你整个肚皮前方拉长，吐气往前，再次吸气，肚皮拉长，吐气，吸气，吐气，可不可以让你的肚皮先去碰到地板，比胸部快？肚皮比胸部还要快碰到地板，大腿的根部。下，往后，吸气带上来，吐气放松，手放在后方，膝盖弯曲，收进来，巴德孔纳斯纳，身体往前，脊椎拉长，吐气。吸气，身体带上来，两脚并在一起，我们躺下来，膝盖弯曲抱向胸口，双腿伸直往天空，双腿伸直，腿收紧。妈妈，你很 upside down， 我很 right side up。去感觉到你的下背完全的贴地，两手自然的打开来，掌心朝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动作有几个很明确的方向，是你的腿是完全伸直的，腿伸直去把你大腿后侧膝盖后侧打开来。再来就是你的尾椎是卷往到垫子前方，它会帮助你找到你整个下背中背平贴在地板，颈椎后侧拉长，感受一下你喉咙的前侧、后侧、左右两侧的空间是均等打开。你可以眼睛闭上，膝盖弯，两脚打开来跟垫子一样宽，让你的膝盖往中间倒，去感觉一下你骨盆的形状还有位置，你的骨盆后侧还是平贴在地板吗？还是你已经变翘屁股了？如果你已经变翘屁股，整理一下你的骨盆，提起来，引导你的尾椎往垫子的前方走，
准备好。啊，双脚往前伸直。大休息。哦，天哪！挑战失败，40分钟。好了，大休息，起码5分钟。妈妈，你可以帮我收。就这样，下课，拜拜。